粉煤灰的作用。粉煤灰是指从煤燃烧后的烟气中收补下来的细灰，是燃煤电厂排出的主要固体废物。粉煤灰主要含二氧化硅、氧化铝和氧化铁等，已广泛用于制水泥及制各种轻质建材。在工业方面，可从粉煤灰中回收铁、碳、铜、锗等多种物质，还可用于制造分子筛、蓄凝剂和吸附材料等环保材料，还能用于处理含氟废水、电镀废水与含重金属离子废水和含铀废水。粉煤灰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质，可做农业肥料和土壤改良剂。因为粉煤灰中含有大量水溶性、硅、钙、镁、磷等农作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，能广泛应用于改造重粘土、生土、酸性土和盐碱土，弥补其酸受板粘的缺陷，